这是我家三个儿子最喜欢的豌豆做法，每次做都能干三大碗米饭。水开，放盐和油，倒入树上摘的豌豆，焯水一分钟，捞出，油热，倒入三个笨蛋炒熟备用，留底油，葱蒜炒香，倒入一包调好味道的外婆菜，炒干水分，倒入豌豆和鸡蛋调味，只需要放生抽翻炒均匀即可，真的是简单好吃又下饭。